尊敬的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刘建师侨务参赞，尊敬的曼谷中国文化中心阙小华主任，尊敬的泰国北京总商会蔡汝庄主席，朋友们，非常荣幸参与和推动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再欢聚更美好泰国赛区比赛，我们再次欢聚一堂，见证这场盛大的活动的成功启动。这个比赛不仅是一次展示中国文化、推广中文歌曲的机会，更是促进跨文化交流、增进友谊的平台。我相信，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将会加深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了解，拓宽视野，增进友谊。同时，也期待着能有更多的泰国歌手参与到这个比赛中来，展示他们的才华和风采。最后，我要向主办方表示衷心的祝贺，感谢你们为推广中华文化、促进中泰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让我们在这场比赛中共同期待更美好的明天。